在澜沧江北缘之一的不当曲啊，这个交汇点，这个地方叫不当松多。不当松多就是两水交汇的地方。我们进行了个护水的仪式，我们六个国家的嘉宾啊，把这圣洁的水啊汇聚在我们的八宝铜桶里，象征着我们澜沧江六国各个民族的团结，代表了我们6600万人口有决心把澜沧江保护得更加美好。